看到登场的是来自于他自己的俱乐部阿斯亚杨森，这是杨森自己的俱乐部。我们现在的正式开始，杨森对阵穆萨伊夫。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桃李天下的这件事情啊，这个杨森也慢慢的开始开启了自己的拳馆，最近正处在一个上升的势头，而且在眉山战还拿了 MVP。 穆萨耶夫本人并不太擅长于站立的这种细节型的对拼，对，杨森跳起来一拳，散打的功底在这个杨森的综合格斗训练上还是起到了很好的帮助。哎，杨森这是找着一个机会直接往里走，击倒了连续的打击，穆萨耶夫想回到防守，但是完全控制不住。杨森可能会放过这个机会。穆萨耶夫自己也觉得啊，这个比赛怎么能是这样？但眼角已经被打开。对，而且杨森这一套连击啊，这个疯子真的是啊，人如其名。好了，疯子模式结束，一会儿又回到宠妻狂魔模式。刚才看到了一个开启暴走模式，杨森创造了今天正式比赛的最快纪录。比赛进行到第一局42秒 TKO 对手获胜，比赛结果红方胜。